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ly 文文，我在新京报演员新势力。希望能够随时想去到哪里，一秒钟就能去到哪里，瞬间大挪移。猫比较高冷，真的假的 ？Radioactive， Imagine Dragon 的 Radioactive。手，因为手能弹琴。真诚一些，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急性子，连环杀手，呵呵，对，变态狂，呵呵，都可以，勇敢去追梦，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任何的遗憾。我最害怕的是过山车。我理想中家的样子就是一推开门，然后满屋子的人跟满屋子的猫。我现在在做一个心理测试，第一道题是让我看到的英文字母里面组成的第一个词，我看到的是 cold。 第二个我看到的是 fight，完了。第三题我看到的是 sex， 怎么有这么害羞的题？第四题我看到了，好吧，我投降了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那我就只能选没找到了。第五题我看到 red， 好了，我要看结果了。太操心而忽略了自己，你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，别人的事你事事操心，宁愿自己吃点苦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但这样有时候真的有点忽略了自己呀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ly 于文文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才艺表现是乡情弹唱。Always be the same for you. The night is over. We are sober. You say goodbye.I try.